这是金腰带是吗？我可以摸一下吗？来，朝前一点给大家看一下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块金腰带的来历好吗？来，这个金腰带是亚洲金腰带，我是从08年3月份开始拿到这个亚洲金腰带，现在已经是。 七次卫冕成功，已经获得我现在我就获得这个再次挑战世界冠军。我希望以后我会争取拿到这个世界冠军，让世界人都知道我们中国还有我们云南、我们文山能够站到世界最高领奖台上，拿到这个世界级金腰带。谢谢。那我们被幕后传传了呀，传传的这是梦想呀。哎，对，梦想啊，这龙白说嘛，这叫龙想朝中呀。哎，没说想朝中。 你要轱辘，纪斌呢？都赢了，这还得多，他都来了。嗯，出来的中国力量的杰出代表云南骄子邢涛中，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都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，今天在家乡父老面前，要上演自己职业前方生涯当中第二场经典的卫冕战。现在，让我们用欢呼，用呐喊，用激情。 迎接我们的英雄熊朝中，创造中国职业拳击历史的熊朝中，1982年10月3号出生，云南文山人，今年31岁，体重48.9公斤，身高159厘米。 臂展154厘米，是右式拳手，他的绰号是小泰森，他是中国首位 WBC 世界职业拳王，教练是菲律宾的教练 Alan， 目前所在的俱乐部是我们的昆明众威拳击俱乐部，他目前的职业战绩是26战21胜4负1平，其中。 11场比赛击倒对手获胜，一个煤矿坑里成长起来的熊孩子，为了生活和梦想而走上职业拳击之路，曾夺得 IBF 泛太平洋银量级金腰带，8次卫冕 WBC 亚洲区银量级的金腰带。2018年3月21号，仅用2分28秒的时间就 KO 实力强劲的。 泰国拳手夺取我们 WBC 的洲际拳王金腰带，并被冠以小泰森的称号。对，你在想着电手机里，把他征服一下他的意见，他表示自己还仍然可以继续比赛。我们看到在台上，这是来自我们人山马宽的少数民族的姑娘，穿着民族服装，向观众朋友们示意。 这是来自我们熊朝中的家乡苗族的一位姑娘，向观众朋友们展示比赛镜头。慢点，站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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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okay? ที่จะเป็นสองเดียร์สื่อที่ต่อไปสี่เดียร์ปีใต้อีสุดท้าวต้องที่จะเป็นสองเดียร์สื่อที่ต่อไปสี่เดียร์ปีใต้อีสุดท้าวต้องที่จะเป็นสองเดียร์สื่อที่ต่อไปสี่เดียร์ปีใต้อีสุดท้าวต้องที่จะเป็นสองเดียร์สื่อที่ต่อไปสี่เดียร์ปีใต้อีสุดท้าวต้องที่จะเป็นสองเดียร์สื่อที่ต่อไปสี่เดียร์ปีใต้อีสุดท้าวต้องที่จะเป็นสองเดียร์สื่อที่ต่อไปสี่เดียร์ปีใต้อีสุดท้าวต้องที่จะเป็นสองเดียร์สื่อที่ต่อไปสี่เดียร์ปีใต้อีสุดท้าวต้องที่จะเป
呀，嗯，都一伙的，都得耍那领导了，被他们还知道，知道么？ 可能我以后没事，时间过还没到我们当记者去的嘛。嗯，用些啥大家都来在前面干的，反正没得了啥报告的，啥写写稿都能叫上去的，大家都不好，都不记得，都不去谈的。我人家不知道被中风，人家没干的，都写的。不是，他就说我读到读啊读啊，都当地第一了，弄完了用写小本了，弄完了。那要考级，如考级那要考级，用写小本，他都给我的，那我那。 你这照相了？嗯，没看到山了，没看到山了。哦，对。